还好，因为就是去年有努力工作。越来越多可以做自己的风格，好像有说过自己因为钱已经赚的自己觉得足够了，这一辈子的钱都赚够了。因为我其实本来基本开销都没有很大，所以我觉得物质上我是非常的满足，对，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再做一些让自己精神满足的东西，嗯，比方说创作的东西啊，然后表演，以在舞台上的这种满足感。那婚姻也算吗？婚姻，我其实没有计划，就像灵感的那种来的感觉一样，其实就是顺其自然是最幸福的。所以有可能随时闪婚了。谢谢大家。小心，会吗？闪婚的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我不知道。对啊，突然想到的话就有机会。谢谢。我不知道。要往里面去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